Skywalker.大家好，感谢关注觉醒精进2020线上的直播课程。一周之前，也就是7月1号，北京时间晚上20点开始呢，是我们例行的觉醒精进2020义工团队线上共修的时间。这个期间，刘峰老师在与义工同修们答疑分享的同时呢，说刚才这里面刘老师讲的这个刚才呢，其实是美国东部时间的7月1号的早上，他有了一个灵感，那梳理了一下从今年2月7号以来，我们与各个领域各位老师做了100多场对话的一些基本情况，总结了一些纲目性的问题。那他把这些问题呢起名为全息能量运化机理。这个全息能量运化机理呢，分了8个方面的问题。一会儿呢，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文字内容的呈现。那今天的课程呢，是刘老师要把这一个全息能量运化机理呢，做一个系统性的总体的介绍。以后呢，我们还会就这一个系列的一个话题，逐步的把它进入深入的解读和介绍。那么下面先有请刘峰老师上麦。大家好，刚才严冬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啊，我们从今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170多场啊这种各种对话。那这个对话呢，系列性的这种表达呢，实际上我们主要是在用一个简单的这种科学语境跟所有的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做一个系统性关联。当然在这个系统性关联里面我们也连接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和课程。那这个过程呢也让我本人呢得到很多启发。实际上今天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这个系统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就是我们往后续的这个整个课程会有一个新的升级，它要是把这个理论和实践更紧密的关联，因为在现实中的这个实践呢，有很多很多的实践方法也就是说有我们说有万法，所有的实践的方法，它背后他们的共性机理借用科学逻辑去关联的话，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理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梳理和介绍也让大家呢通过这么长时间在课程里边听到了不同的内容有些内容呢可能在听的过程中有很多跳跃性因为我们是尊重每一位老师的观点把每一位老师的这个表达呢跟这个基本的科学逻辑语境做一个关联帮助我们去理解老师们的这些思想和他们思想的内涵。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整体的题目呢叫全息能量运化机理。还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呢就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副标题就是投影源修版技术及法理。这里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全息我们是建立在一个零维和 N 维 N 七 U 乘大，就整个宇宙空间的所有信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全息为什么它是全息呢，就是说在这个空间系统里面全部表达出来了因为我们借用这个科学语境表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空间的所有存在它有三种表达形式，能量、信息和物质。那我们找到了这个它们的共性的属性最简单的共性就是正弦波，就是能量波而且是质简的能量波，我们叫简谐波。那么这个简谐波本身它的同频共振形成相应的物质结构或者能量结构，它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的显化就构成了我们看到的物质和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关系。
而它本身呢又是能量波啊，所以它是能量的载体。但同时呢它的振幅啊和它的频率构成了信息。所以呢能量、信息和物质实际这变成了三位一体啊，借能量波去表达。而能量波的这个正弦逻辑呢它又代表了运动规律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了，它代表了存在与存在的彼此的关联，相互运作的关系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全息运化的机理里边，这个全息能量基本上就代表了整个宇宙存在了啊。那为什么把物质给隐去了呢？因为物质在这个 N 维宇宙里边啊，所呈现的这个是微乎其微的部分啊，哪怕就是在三维空间里边啊，有形的这个物质也仅占 3.几%啊。那么大量的整个宇宙空间啊，是这种无形的啊，这个我们看不见我们感受不到的啊，这种能量存在。所以用全息能量就已经把整个宇宙中的所有存在表达了。那么运化啊，就是它在运动和变化的机理啊，这个就是运化机理。同时呢，这里边呢我们还想表达一种概念哈，就是如何去运化啊，如何去转变啊这些能量的结构，通过转变能量结构，转变它在现实中的呈现和现实中的关联啊，这个呢就是隐在这个话题内在的。所以呢用副标题来跟大家讲呢啊，这个投影，这个投影给出了一个隐含的概念什么呢？就是多维空间之间的一种投影原理，也就是低维和高维的投影关系啊，高维是投影源，低维是投影像。投影源就是高维，修版实际就是转变投影源内高维能量结构啊，就所谓的修版啊，就像我们修那个底片似的啊，我们把那个投影原理的那个信息改一改啊，我们投影出来像就会改变。那么它呢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技术啊，这种技术它是有方法的，当然这种方法有很多种啊啊，我们就是利用这么一个话题，把各种啊这个高维实践的方法集合起来，同时呢这里面集法理，就是我们通过科学语境去讲一讲这个所以然，就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为什么这件事做的有意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啊表达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实的啊这个理论系统跟各个理论系统，特别是人的修炼系统啊，包括人的心灵系统啊，他们之间这种内在关联，找他们的共性啊，所以这个实际是一个共性题目啊，共性课题，它不是一个专属的个性题目啊。在这里面我分八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我们在讲啊、讲的叫多维理论支持的投影原理。了解我们这个系统的大部分朋友呢，基本上都知道啊，这个理论体系在描述空间这一块呢，它界定的是线性几何系统。为什么要界定线性几何系统呢？我们在这个理论里面多次跟大家介绍呢，就是因为线性几何系统呢，在这个时空下啊，它是最普适的啊，也就是空间的多维描述呢，是当代最普适的逻辑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代人啊，学这个现代自然科学，最开始学的什么呢？啊，学算术啊，学算术数理化。那这个数理化最开始的算术，从算术学到数学啊，它里面包括了几何和代数。其实算术、几何、代数啊，就是表达的物和形的关系。这种物和形的关系是我们最初对数学的一个理解。啊，数学是表达啊物与形的关系的啊，数与形的关系的这个学科。那这种数与形的一一对应关系，在一维、二维、三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一一感受到它的啊这种对等的啊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这种一一对应关系到了高维，到了第四维，我们就找不到了。所以大部分人会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四维是不存在的啊，我们只有这三维空间啊。实际上呢，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描述的话呢，其实大部分人呢，目前呢只具备三维的知能和体能，所以呢，它障碍我们获得更高的智慧，更高维度的智慧。啊，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拿一张纸挡在眼前，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二维的纸上的信息，你把它从眼前拿掉，你才能得三维的智慧。同样，我们现代人呢，被三维的知识障碍了我们的意识。当我们把所有的三维的知识啊，这种三维的认知从我们意识中拿掉的时候，哎，我们得四维智慧。所以，所有修炼让我们做的事特别简单，就是起杂念的。啊，这样的话呢，啊，我们借用空间的多维描述啊，来表达啊，这个人类的各种智慧啊，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帮助我们去理解哈，我们人类的各种智慧系统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啊，为什么选择它呢？也就是因为它是最普世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相信算术、几何、代数的人啊，占的比例是最大的。所以借用这个系统，大家注意，这个系统不是我们任何人创造啊，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系统啊。所以借用这个系统呢，啊，它最普世、最简单啊，而且呢不需要推广啊，不需要对这个理论的名词名相。啊，做一个个性化的推广，因为它是普世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方便，仅此而已啊，它并不代表真理，啊，不是说借用了这个系统就变成真理，不是的，它只是借用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信众多，啊，用它来关联不同的系统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第二呢，多维空间。与存在的纵横逻辑关系啊，是投影与能量共振叠加，也就是说多维空间啊，在不同维度之间的纵向关联啊，我们说这个纵向呢，是从零维、一维、二维、三维，在升维的这个层面我们叫纵向，我们在每一个维度的存在呢啊，我们呢叫横向啊，这样我们理解这个纵横是这么个逻辑哈，逻辑的提维度的维度的提升啊，我们叫纵向啊，那在同一个维度啊的所有的呈现啊叫横向。那么所以呢，纵横关系呢，我们找到了这个纵向的关系呢是投影关系，也就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n 减一维是 n 维的投影 ，n 其余无穷大是一切的投影源。它建构在几何空间概念和能量波的叠加概念上，那还有能量波的振动属性上。那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是投影关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数学系统里边啊，我们描述不同维度空间，其实每多一维仅仅是多一个变量啊。我们这个数学定律不会因为多任何一个多变量而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多的这一个变量呢，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完全可以通过公式相减把它减掉。啊，就像我们解三元一次方程的时候，我们通过公式相减把它变成二元一次方程。我们解二元一次方程的时候，我们进一步相减把它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减掉一个变量就等于实现了一次降维。啊，那么降维实现这个降维呢，最直观的降维就是投影。啊，所以呢我们讲投影来表达纵向啊这个空间的关联。啊，这就是空间上表达的一个这个投影关系。那么存在呢？当我们知道一切这个存在都是能量波的时候，那么好，在一维这条线上，能量波的传递是什么呢？是纵波啊，它是纵向，它是相当于一个密度传输，就像一个弹簧啊，我在这边打它一下的话，它这个波是顺着这个弹簧的方向传出去的啊。那么到了二维呢，它就是一个横波，画出来就一个正弦波，像一个波浪一样。到三维最简单的这个传播呢，就是螺旋。大家注意，纵波是横波在这条线上的投影，横波是螺旋在这个面上的投影，所以所有存在也符合投影关系。那我们说，我们只说了一维、二维、三维，那四维、五维、六维，哎，这就是数学归纳法的美妙之处了，就是它内在规律不会因为多一个变量少一个变量有任何的变化，它内在规律是一样的，数学定律所说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啊，它所有的定律
啊，它依然存在啊，不会因为多了变量而有变化。所以呢，数学归纳法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完全可以通过一维和二维的关系验证二维和三维的关系，进而可以验证 n 减一维和 n 维的关系。所以这样我们通过这个逻辑就知道了，既然一维二维三维之间有投影关系，好，那么四维五维六维一直到 n 维它这个投影关系都成立啊。所以这样我们就说，不管空间还是存在，它的纵向都是投影关系啊。那这个投影关系呢，就知道所有的投影源啊，所有存在的投影源，包括空间的投影源，是在 n 维 n 趋于无穷大。为什么说到这个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因为既然我们借用这个系统，我们就要对这个系统的整体的表达啊保持高度的尊重啊。你说哪个地方是最高，你在任何一个维度它都达不到最高啊，因为这个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告诉我们啊，最高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它跟人类所描述的各个教描述的最高境界的表达是高度契合的啊。在佛教表达的是什么呢？啊，是无上正等正觉。大家注意，无上啊，就是上面没有了啊。什么时候上面没有呢？只有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啊，才是无上的。它跟无上这个概念高度契合。那么到了那个道家呢，最高境界叫无极啊，又叫天人合一啊。什么时候是无极呢？哎，只有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能堪称无极。到了基督教呢，它讲的是唯一啊。什么叫唯一呢？只有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是唯一啊。到 n 减一维就有无穷多个了。那我们经常用不同的系统去评价别的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别的系统啊描述成自己这个系统里边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个层次啊。这个有可能吗？在某一个系统，自己这个系统里边你可以这么说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一定要从每一个系统的自我表达里边去理解它所表达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样才有意义。否则啊，你在这个不同的系统之间去关联的时候啊，用任何一个系统去衡量和评判另外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啊，它没有立场啊，就没有一个客观立场啊，都是站在自己一个主观的尺度上去关联的话，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从宏观角度来讲，我们只从每一个系统自己的描述，它的那个最高境界，它指向的是什么啊？那我们通过无上、无极、唯一这三个描述，就找到了这三个系统所描述的最高境界，都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他站在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啊，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们的时候，才能读懂他们真正说的是什么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啊，这个人类所有智慧系统的最高境界的合一。啊，所以这是选择这个系统的关键。所以呢，这个纵向的投影关系帮助我们去理解啊，人类的各个智慧系统的终极指向是什么。那么横向是什么关系呢？横向是能量波的叠加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最简单的是能量波啊，是正弦波啊。那正弦波呢，在我们现实中它是无形的，谁也看不到一个正弦波。那么正弦波什么时候会有结构呢？就两个正弦波产生同频共振的时候，它的局部相长局部相消，它的相长相消的过程在每一个不同的局部上形成不同的振动方式啊，振动的这个结构会不一样，能量的振动形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空间能量结构。哎，这两个能量波就呈现了它的相对那个能量结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四象和五行，后面我们可以展开表达这个概念啊。那正好两个能量波共振呢，形成什么呢？形成干涉现象啊，也就形成所谓的干涉条纹啊。这跟我们现在物理学光学完全契合了。那么干涉全息图是由无穷多组干涉条纹组成的，所以呢，观测者啊，用自己的意识去渲染这个干涉条纹的时候，或者干涉图的时候，
它会渲染出跟自己意识同频的能量的呈现。哎，这就是所谓我们能看到的基本最基本的能量的像呈现这就是八卦那么八个物质呈现和八个物质与物质之间的关联属性构成八八六十四卦。这六十四种能量分布就是我们一切存在的基因，就一切事物的基因。大家注意事和物，事是物和物的关系物就是存在。那事物的这个关联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最简单的六十四种能量分布。那这六十四种能量分布也就是它的频谱我们叫频率频谱，构成了万事万物，它们的继续的叠加构成我们的万事万物。这样我们就理解什么叫道生一，一个能量波就是道生一，两个能量波一生二，三个能量波二生三，八八六十四卦就是三生万物所以呢整个我们就知道横向是能量波的共振叠加。因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实就是两个能量波如果它们能产生同频共振的话，它们各走各的路，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同频干涉的时候才形成相应的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才能跟观测者的能量继续产生同频共振叠加，构成我们能够看到的事物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理解了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存在的真正的原因在同一个空间层次是能量波的同频共振这样我们就理解了这个多维空间和存在的纵横逻辑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完整空间与一切存在的核心机理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宇宙全息律就整个完整的空间和所有存在它有一个共性的核心机理，这个核心机理我们把它叫宇宙全息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全息的这个概念出现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灵维这个概念灵维呢实际是一个奇小无内的质点它奇小无内永远可以小下去那么根据能量波的传输图这个属性的话，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灵维，所以灵维这一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叫宇宙全息律这个宇宙全息律呢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这个宇宙中再小的局部空间都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整个宇宙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所以呢灵维和 N 维 N 其余无穷大呢高度契合，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描述，在中国文字里面用一个字把它表达了，就是太，太阳的太，这个大是 N 维 N 其余无穷大，叫其大无外，这一点呢就是灵维其小无内，所以这就太和指的就是整体宇宙之和，太极指的是极大和极小的空间两极，太乙甲乙的乙在甲骨文里，这个乙就是正弦波的符号，它代表了整个空间和最简单的存在。所以我们老祖宗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把这个宇宙空间的本质，空间和存在的本质已经讲明白了，只是它的那个描述方式呢它可以用各种形式去描述。当我们借现代科学语境去描述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宇宙空间 N 维 N 其余无穷大，这个其大无外和零维其小无内表达整体宇宙，就零维到 N 维 N 其余无穷大，这样我们就构成了这个多维理论支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投影原理。第二呢，空间的结构形成的机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纵横关系里面的横向是能量波叠加，所以空间能量结构形成机理呢是从一个简谐波发生一切存在及本质规律这个简谐波就是正弦波。那怎么来的呢？怎么为什么说一切的唯一共性就是一个正弦波呢？那我们是通过在现实中所有存在的共性进行追溯追溯一直追溯到最基本的存在，就是正弦波，它通过一切
存在的共性是分子，分子共性原子，原子共性原子和电子，原子和共性质子和中子，质子共性是中子和正电子。到这我们发现一切的共性是中子、正电子和负电子啊，这有形空间的存在，所有的存在的有形物质都是由这三个东西叠加组合而成，所以它们呢又被称之为量子啊，就是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具备量子属性，而量子属性是什么呢？波粒二象性。那波粒二象的共性是什么呢？啊，全是波动性啊，因为什么呢？粒子性的波动相干成的像形成的空间能量结构啊，所以呢这个又被称之为色受想行识啊。它这个在佛教里边把能量波共振形成的结构啊，用五种啊这个表达它形成它的表达它的结构，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成的像，受就是它们相互的作用啊，想啊是这个能量啊在这个意识层面的这种呈现啊，形是能量啊相互作用的这个运动关系，识就集结成的信息。所以色受想行识整个构成了啊空间能量结构。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能量波的同频共振啊，能量波同频共振会形成啊这个能量的空间结构。那么能量，所以我们找到了所有存在都是啊共性，都是正性，都是能量波。那根据傅立叶变换，所有复杂能量波都是由正弦波叠加而成，所以我们找到了共性，唯一共性就是正弦波 ，φx 啊，它在一维是纵波，二维是横波，到了三维就是螺旋啊。那它的这个表达呢，帮助我们去理解啊，在佛家讲的啊，一切的初始一念啊，正弦波就是一念啊，叫一念一众生。在道家呢，哎，它是阴阳。所以正弦波是阴阳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啊，一个连续的波形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啊，所以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我们也看得出来，一个正弦波不可能只有上面一半，下面不存在啊，它有上面一定有下面存在啊，这个代表了一个宇宙一切存在的一个基本规律啊，基本定律它是哈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一切的存在呢啊，是正弦波叠加同频共振。道家也是说呢，一切呢是法于阴阳啊，它源于这个阴阳，合于术数啊，法于阴阳就符合阴阳，一切符合阴阳的本质规律，合于术数啊，就是能量波的同频共振。而中华传统文化呢，管正弦波呢叫龙，龙是正弦波的图腾，所以我们是龙的传人，这句话呢啊是非常牛啊。因为什么？我们从这个宇宙空间一切存在的始祖，我们的文化就在了。只要有存在，我们的文化就在。啊，所以为什么说《易经》是群经之首？因为《易经》开篇讲的全是龙，全是正弦波。啊，潜龙勿用啊，这个飞龙在天啊，什么群龙无首啊，什么亢龙有悔，讲的全是龙，全是正弦波。所以它讲的最本质是存在规律。啊，所以这样呢。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这个所有的空间存在啊，它都是由正弦波呈现。那么正弦波它之所以能够显化出存在，一定是有同频共振现象发生。那最简单的同频共振就是两个能量波发生同频共振啊，两个能量波发生同频共振的时候呢，那就构成了最基本的能量结构啊。一个能量波啊是阴阳两部分啊，那我可以把阴阳用 A 和 B 代替，那 A 加 B 等于一啊，这就阴阳合合为一。两个能量波就是 A 加 B 乘以 A 加 B 括号的平方等于一。一展开就是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加 AB 加 BA， 它就是什么呢？正好就是四象。A 的平方对应太阳 ，B 的平方对应太阴 ，AB 对应的是少阳 ，BA 对应的是少阴。啊，这四象能量其实就是两个能量波干涉的啊运动状态。那五行怎么来的呢？哎，五行是把这四个能量状态和它们的平均能量状态啊，作为五行第五种的啊这个居中的状态，和谐居中的时候，这是第五个能量状态啊，振动状态。所以呢，集结起来啊，就是五种能量分布。这五种能量分布呢，分别呢啊 ，A 的平方啊被称之为什么太阳，又叫火星能量 ；B 的平方被称之为太阴。又叫水星能量 ，AB 是少阳，被称之为木星能量
BA 称之为少阴就是金星能量，它们的综合能量就是土星能量。有五行能量就是两个能量波共振形成的能量结构，这是最基本的能量结构没有比它再简单的能量结构，因为阴阳是本质嘛，正弦波是本质，如果正弦波要形成这个有特点的或者有存在基础的能量结构的话，一定是两个能量波共振会发生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五行能量。那为什么说这个中国的这个道家思想的阴阳五行是一切存在的根本这个一点不假而且用现代科学的这个能量波的形成万事万物的这个过程完全能够能够相提并论跟这个东西能够完全契合，能够帮助印证这个。所以我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个宇宙空间一切存在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注意来龙来的是正弦波，去脉去的还是正弦波它只是在中间这个部分产生了同频共振，形成了成住坏空，形成了能量开始相干共振，到共振最佳状态，然后到共振开始消失最后彻底消除没有了，就是形成了成住坏空。就我们看到一切事物全是这么回事，在三维空间我们看到全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正弦波发生的一切存在本质规律是这样的，单一信息的组合构成认知频谱及带有特征频谱的空间能量结构，也就是这个能量波呢它的振动幅度和它的频率构成了单一信息所以两个能量波干涉呢就构成了一组信息就一对信息就这个一个信息集合一个信息组合吧，然后一组信息在一起构成一个信息集合一组能量波共振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信息集合，这个呢频率代表了它的信息属性所以呢在光学上我们把这个频率叫什么呢，叫光谱，在这个声乐里边管它叫乐谱那么在我们的纯粹的能量表达里边呢我们直接就管它叫频谱，所以频谱实际就是信息特征频谱构成了特征信息，而特征频谱对应的能量属性既有它的特征属性它有特征，有它的特征结构所以这个呢它是相关联的。第三呢我们讲一下，就是不同维度的能量结构是整体空间能量结构的分层表达这就是投影的关系，就是任何一个层次上的能量结构都是更高一个维度跟它相应的能量结构在这个维度上的投影，就它这个分层表达我们要找的话一定要找到它的背后的更高维度的这个投影源，你的转化才会发生所以呢这叫什么呢这叫多维能量分布关系这种多维能量分布关系就是投影关系，那这种投影关系给了我们一个真正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高维是可以化解低维能量关系的高维的投影源一变，低维的能量呢下就会跟之改变所以知道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了解了这个整个能量系统结构纵横结构更深层的表达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下面就可以进入第三部分，叫改变能量结构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就我们怎么改变这个能量结构。第一呢，进入投影源，也就进入高维，是有效改变能量结构的充分条件就是你是否能够进入投影源，你如果在投影向上去调制的话，你只能有限的在表层去改变这个能量的一些表层分布，而这种表层分布呢它会就像我们在现实中做事的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它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投影源的本质没有改的话，它会投影出跟这个能量属性相同的另外一种表达但这种表达呢实际跟原来的那个表达的产生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就像是我们为什么有些人的疾病会转移就是我们好像这个病我们治了
它为什么转移了？就是因为你的投影原理的那个东西没有改变，你投影原理的东西没改变啊，它会转移啊，它转移它投影出另外一种病象来，但那个病象呢跟前面这个病象的那个病根是一回事，在投影原理的能量结构是一样的啊。那么第二呢，颠覆认知是改变能量结构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因为能量结构取决于啊构成这个能量结构的频谱，而这个频谱就是我们所谓的认知啊。那么认知怎么产生的？是因执念而生啊。这个能量如果它是一个正弦能量体现的话，它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状态，只有当你开始执念的时候，两个能量波产生同频共振的时候，才产生了所有存在的基础啊。也就是当我们执念的时候啊，当这个执念继续叠加，就会构成啊一组信息集合的相对固化的这种分别的能量集结，这种集结就构成的这种就是由这个认知造成的。所以呢，颠覆认知啊是改变能量结构的必要条件啊。你没有颠覆这个认知的时候啊，这个能量结构它不会变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才知道啊，为什么说要颠覆认知啊，因为认知决定了投影原理的能量结构，而能量结构又投影出我们的现实所有存在，所以我们现实中的所有存在是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内在认知的啊，或者了解内在能量结构，通过对内在能量结构的了解，了解我们什么认知产生了相应的能量结构，颠覆那个认知就直接把这个能量结构化解了，那我们这个现实中的这个能量呈现的这个像人事物就转化了啊，这是关键哈。那么进入高维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为这些东西你只有在啊内在在高维啊去投影原理去做这件事情，它才能够真正的发生效果啊。所以进入投影源，进入高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进入高维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当下能量结构的和谐啊。就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在这个空间能量结构不和谐的话，能量状态不和谐的话，我们在这个能量状态的纠缠之中是无法进入更高维度的。所以呢，要建立一个啊当下能量整体状态和谐状态，是为纵向提升进入高维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也就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周围的各种关系和谐，我们的社会关系和谐，我们跟自然在一种和谐的生存状态之中的时候，我们不被任何一种偏性能量主导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进入高维啊，才能够有效的啊去进行高维实践啊。所谓高维实践呢，就是颠覆认知啊，就是持续提升维度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理解哈，这个条件啊，充分必要条件。第四呢，运化能量的核心机理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想运化这个能量，那首先它取决于你对这个宇宙空间认知的啊这个层次，也就是你的这个格局决定了你能运化能量的这个层次格局多少。那么所以呢，通透的了解空间与存在的本质啊，就是宇宙全息系统。当然了，你不一定非得要从这个系统去理解，你可以通过博学的系统也好，道学的系统也好，任何一种修炼法门的系统，但只要你能理解到最究竟本质的啊这个境界，了解它的存在和空间的本质啊，这个就可以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用宇宙全息系统呢来连接所有的人类智慧系统呢，他们之间都不矛盾。所以当我们能够借宇宙全息系统啊来通透的了解空间与存在的本质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整个系统的法理通透啊，这是一个机理的一个条件。第二呢，建立完整的空间与存在的解读框架啊，这就是所谓的高维指令。那这个高维指令呢，在不同的宗教系统里有它自己的这个高维指令体系啊。那在我们这个科学建构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啊，也有跟不同的系统相应的
但是在这个系统里边啊，比较容易让我们接纳的名词名相逻辑关系，它没有特别生僻的名词名相啊，它便于使用啊，所以建立完整的空间与存在的解读框架就是高维指令。那我们借用四句话的高维指令，这个指令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空间结构。第一叫起心恩为在无穷啊，就我们想任何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啊给出一个指令，是站到恩为，恩趋于无穷大，看整体宇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指令就会让我们超越任何中间层次的存在，从上往下啊来看整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存在啊。这个呢，不是说你有这个指令你就已经在那了，不是的。但是你有这个指令的话，就给了你一个你的整体机制按照这个指令去运行的啊。对我们每个人呢，相当于一个高精密的生物活性电脑，这个电脑的精密度比我们现在人类创造的任何的电脑都更精密啊，都更厉害。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软件比硬件啊重要的多，就你再好的硬件里面跑什么软件很重要啊。如果我们在里面跑一个病毒软件，跑着跑着就把这个硬件给跑死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植入的是一个通透的啊，这个究竟的这个软件啊。那这个软件啊，正版的软件是什么呢？就跟最高境界的智慧关联的这种系统的软件啊，它才有意义。所以呢，你这个软件是由指令组成的啊，所以这个指令很重要。所以我们第一个指令就是起心恩为在无穷。第二个指令呢，就告诉我们一切存在的本质就是存在质简正弦涌啊，就最简单的存在就是正弦波，它符合佛教最简单的逻辑啊，一念一众生啊是正弦，符合道家的啊阴阳啊，它也符合这个指令啊。所以呢，这个指令呢就告诉我们所有存在啊都是正弦波叠加而成啊，让我们善护念，随时关照自己的念头啊，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那么第三句话呢，叫一切呈现投影虫，就所有的呈现是投影的重叠，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三维是四维的投影，所以投影的重叠构成我们现实看到的一切存在。那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既然是都是投影的重叠，那一定是假的，它都不是投影源啊，只要呈现出来的就不是投影源。那投影源在哪儿呢？在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在无上正觉，在无极，在与神合一的啊那个境界啊，与神同在的境界。那所以恩为恩趋于无穷大被称之为投影源，所以这个地方叫一真法界，叫不二，那叫真理是唯一的啊。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看现实中的一切事物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超越它的表象去看它的本质，看它更高一个层面的能量分布，而更高一个能量层次的这个假又可以被它更高一个层次的相对的真来驾驭啊。所以呢，既然知道一切都是假，所以我们就可以啊超越这些假，颠覆这些假，同时呢借假修真，所以你就不会被假障碍在任何层次上啊。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指令。第四个指令叫灵为全息万有中，就灵为这一个质点，它是全息的，一切这里面都包括了啊。它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自具足，这个特别重要啊。这个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生命的内在是本自具足的时候，你的生命状态会不一样。但是啊，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既然本自具足，为什么活不出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啊？这就释迦牟尼佛给了一个答案，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什么是妄想啊？妄想其实就是执念啊，任何对念的执着都是妄想。那执着既有对念的执着，还有对这个念所在的维度的执着啊，这也是执着。所以这个妄想执着形成了我们和内在通达智慧之间的关联，它形成障碍，所以就没法验证这个本自具足。所以颠覆认知就是一个持续验证本自具足的过程，所以生命就是在一个持续验证本自具足的过程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建立的这四句的高维指令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宇宙空间的这个结构，同时呢，它又跟人类的所有智慧系统
对这个空间结构的描述是可以高度相应的啊。这样呢，我们在过去30年的时间啊，在找各种系统之间的这种关联啊，特别是今年我们到现在大概做了170多场对话，就是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机理去跟所有存在之间做这种关联啊。后来发现呢，他们的关联呢啊是非常美妙的，非常美妙的啊。这个过程呢会让人做到这种啊这个宇宙空间的博大通达啊。那么核心机理呢是纵向投影与横向能量的共振叠加啊，这也是跟前面又相应了哈，就是这个它的机理是这样啊，那它的这个条件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个纵横关系的啊。所以呢第五呢我们讲一下运化能量的双重意义，就我们为什么要运化能量。当下时空能量的和谐啊，呈现自在喜悦的生命状态，就我们运化能量，第一我们可以实现当下时空能量的和谐啊，这个能量的运化它第一个实现的就可以实现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当下啊，呈现自在喜悦的生命状态啊。我们在现实中其实我们追求喜悦，追求快乐，追求平和啊，追求自然啊，追求自在。那我们既然追求这些东西嘛，那怎么样能够实现它呢？哎，通过运化能量，内在的能量结构啊，就可以实现它啊。这是其第二呢，是创造意识能量纵向提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啊，就是我们当下的和谐，其实我们啊，给这个存在创造这种和谐条件，让我们真正活在一种和谐状态，这还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纵向的提升我们意识能量维度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啊，也就是随着你的维度提升，你生命状态更加美好啊。因为什么呢？一维是一条线，我怎么打扮都不美；二维是一个面，我可以画一个很美的图画；三维是立体空间，可以画中游。所以每多一维，我们将产生无穷多倍的美感啊。当我的意识在四维的话，那我投影出来的世界一定比三维空间美无穷多倍，那个比现实美无穷多倍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天堂。那五维比四维又美，六维比五维又美，所以天堂有不同的层次啊。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维度，活出更自在更美好的生命状态啊。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能够理解了啊，创造意识能量纵向提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也是运化能量的一方面的意义。那这个呢，这部分呢被称之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老祖宗呢啊，中华文化里把它叫什么，叫乾道能量，它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天行就是去高维，自强不息啊，就是所谓的修无止境，恩趋于无穷大。那么当下时空能量和谐呢，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这就是意志能量和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的时候形成的自在的生命状态。那么意识能量的升级是本质，那当下能量的和谐呢啊是用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那么我们在形成的这个现实的这种和谐的存在呢啊，如果一个人他单纯的是以三维认知了解这个生命和宇宙的时候呢，他追求啊生命的和谐自在啊，那么他只能够看到和谐自在的生命存在的这个好的状态，比如健康啊、长寿啊、啊这个各种家庭和睦啊、事业兴旺啊，他看到的是这个东西。但是呢，如果站在更大的生命格局、时空格局来理解呢，他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为纵向提升、达到更美好的生命境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哎，这个时候呢，才知道那个体。东方智慧的体直接跟生命能量的提升、天地人能量的一体的关联，回归先天，那才是它的体，它的本质。而在三维空间创造的和谐啊，这个和谐的生命存在是它的用啊，而这个用呢，真正的用呢，又是帮助人们提升智慧、提升维度、提升内在的境界的高度、提升灵魂的高度，那个才是把这个东西妙用的关键。而只是满足人们在这个空间里边的一种欲望
啊，一种满足这个身体和这个有限的认知的需求，啊，所谓三维的繁荣，这个用呢，就有可能啊误用，啊，就把能量消耗的方向就不对了啊，所以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才能理解啊这个东方智慧坤德能量讲的地势坤君则厚德载物，就是意识能量、物质能量啊高度和谐于当下。它呢对于纵向提升来讲呢，横向的和谐呢，它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它顺便就把这事搞明白了啊，就把身体搞好了，顺便把周围的关系也搞好了，顺便把社会关系也搞好了啊，所以呢方向的明确给了我们在三维空间啊自然呈现的这种生命自在的状态啊一个条件。那第六呢，完整的时空架构是能量前期能量运化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能量运化的时候呢，它有不同层次啊，你到四维运化三维能量的这个呈现呢它就简单啊，你运化四维能量让它产生三维的呈现呢就简单的很，就你到投影原理一转，投影像就变。但是四维和三维相比，比三维多了无穷多倍智慧，但是跟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相比啊，它呢跟三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三比无穷大等于零，四比无穷大也等于零，任何有限数比无穷大都等于零啊，所以《金刚经》里把这事说透了，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也了解《楞严经》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具有那么强很功能的这种中间生命存在，它都不究竟啊，哪怕到最高层次也不过是五十阴谋啊，它没有达到通透，它不以任何图像觉受和功能显化的那一部分最终极的部分才是所谓的圆满的境界，而但那个境界呢它又可以涵盖啊和驾驭所有的这些境界啊，所以这时候呢就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建构，一定要建构完整的时空架构，这个时空架构它不能有漏啊，它必须得把所有的存在包容在里边。那什么样的这个描述能够把它包容在里边呢？每一个宗教的描述都是这样的啊，你站在这个宗教自己的内在去看它的系统，它全是完整的时空架构啊，但是呢它跟科学的逻辑去比较呢啊，来用这科学来描述这个完整的时空架构呢，哎，这就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和零维，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时空架构，它就可以在整个各个维度去运化能量。如果你是在11维，那12维的能量你就无法去运化了啊，所以一定要建立起完整的时空能量结构，才为这个能量的运化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啊，它是基础。所以第一呢就讲的完整的时空架构是超越一切中间障碍的理论保障啊，因为你的目标是在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是超越一切存在，超越一切显化的，超越一切功能觉受图像的，所以你不会被任何一个中间层次所障碍啊，所以你理解人类所有智慧，你都可以理解它的终极啊，终极智慧啊，那种啊完整系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啊。第二呢是完整的时空架构是保证提升方向不偏斜的法理啊，因为什么呢，当你设定的目标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提升的过程之中你不会偏，你稍有偏你就会有觉察，然后你就会转向啊这个直指这个终极目标的时候，所以这就自然就形成了中道、中庸、中和啊，所以这个中字啊就帮助我们啊实现了这个跟长远目标之间的这种关联啊，而只有你的目标足够高远的时候，你的提升必然是围着中轴啊，你稍有偏离你都会觉察，你会调整啊，你也不会被任何一种偏性的能量结构啊所左右，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中间层次能量所障碍啊，所以你可以持续的啊，它是保证提升方向不偏斜的法理啊，这就完整的时空架构啊提供的。
完整的时空架构，让每一个当下都具备提升的机缘与条件。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达到任何一个层次啊，我们说现在是人的层次啊，即使你达到天人的层次，即使你达到某一个境界的菩萨的层次，或者你达到某一种所谓仙界的层次的话，你都知道那都是一个中间过程啊，它都不会成为你的终极啊，它都是对你本自具足的一个验证而已，阶段性验证，所以你会持续有继续提升的内在动力啊，你在任何一个时空当下你都有持续提升的动力啊，你不会执着在任何的功能图像和觉受的层面上，因为这些超越三维的图像功能和觉受非常容易让人着迷，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迷信啊，就说我大家注意，它不是只是图像，它包括了功能，也不仅仅是功能，又包括了觉受。很多人觉得哎，我感觉好啊，我达到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好的一种感觉，你执着在这种觉受的呈现上也会形成障碍啊，你会重复性的迷恋这种觉受啊，就像吸毒一样，吸毒的人就是因为他体验到了比三维更高一个层次的这种能量状态啊，所以他呢就不断的想在那个状态里面体验啊，就走火入魔，就被那个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跟吸毒的人员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按站在三维立场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哎呀别吸毒了，吸毒又影响身体健康，又花钱，影响财富，还影响家庭啊，还影响事业，他才不听这些呢，他会告诉你我这辈子最不后悔就是吸毒了，说要不信你试试啊，就是他们，因为他体会到这不是你三维人的那个体验的那些东西能够比的啊。但是呢，如果你了解这个层面，在交流的时候不是这么交流法了，你会跟他讲，你吸毒达到那个境界啊，你通过修炼是完全远远超越啊这个境界的啊，那这个境界你修炼所达到的，你内在提升达到的境界，相当于你从大门堂而皇之的进去的，而你吸毒相当于从后门去盗宝，每次啊盗一次，你出门都摔一下啊，从后窗户都摔一下子，摔个半死，最后你永远跟你这个状态隔绝，甚至你都无法保持你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生命状态了，哎，这他就能听懂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之中啊，我们有很多啊，除了这个有形的这个毒，还有很多无形的心毒，把我们障碍在不同维度上啊。这种心毒啊，最本质的心毒就是贪嗔痴啊，他们都是由分别和分别的强化产生的啊。所以真正的化解心毒啊，必须得有一完整的啊这个空间结构的保证，你才能去觉察啊，在中间层次的执着。其实都是心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对这个整体啊，就有了这么一个建立完整这个全息的架构的重要性。第七呢，我们讲一下全息能量运化的实践，这里边呢，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未来要展开的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实中不同的智慧系统有不同的验证体系，有不同的实践的这种方法啊，那么在不管是佛家的、道家的、基督教的啊，然后还是新时代的、心理的、心灵的，它都有对应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他们都是啊，在同的这个整个的能量运化，而让通过运化能量而产生现实生命状态的一种啊表达的不表现的不同啊呈现的不同啊，那所以呢，这个运化的实践是多样化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点上展开呢，让我们看到法法通道，术术含道，就是每一种法门系统里边都会有它可以跟完整啊宇宙系统关联的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每一种逻辑其实都可以通道，但是啊，我们现代人呢，在某一个系统里边呢啊，变成他去批评评判其他系统的时候呢，他就把精力浪费在一个啊系统和系统的这种啊冲突性的比较上。如果你真正的能够知道，原来所有的系统，他们终极都能指向啊最究竟的系统的时候，
哎，这时候你接触所有系统都会变成你自己内在圆满的助缘，因为你只要见到的系统都是你投影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能够通过见到的所有的系统去帮助我们去领悟啊内在的高维智慧啊，这个呢就变成了什么，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能转化成我们动向提升的机缘了啊。所以呢，这样呢，全息能量运化的实践呢，就是我们通过跟不同的系统之间的这种关联，让我们看到在当今时空里边，我们人类面临的所有的呈现都是我们内在提升的机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运化的实践活动，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行住坐卧、事业、家庭、财富啊、身体健康，全包括，也包括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心理学和心灵啊心灵学，这个系统都是来帮助我们觉醒的，只是你是否读懂啊他们这个逻辑怎么帮助你啊，啊你是否能够在所有的道上都能打通，你真正能够理解什么是法法通道、术术含道啊。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各种实践的一些啊，对有代表性的一些实践，让我们触类旁通，让我们真正的把这个内在提升的实践、高维实践啊，实现在我们现实的每个当下。那这里面第一呢，我们讲三维实践涵盖一切事物之中啊，就我们的三维实践啊，就所有的事物存在，它都是三维实践啊，就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啊，这是它涵盖在所有事物之中的。那第二种高维实践呢，连接所有的三维存在，就我们所有的三维存在都是高维的投影。所以呢，我们的高维实践可以从任何一个三维存在契入啊，它不是说必须得从哪契入，它任何都可以契入啊。但是呢，就每个人呢有每个人的法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进入高维的这个通道的一个机缘，因人而异啊。这跟每个人的能量结构啊、认知结构有关。那所以你的什么样的认知存在什么样的认知，这个认知就是你觉醒的契机啊，这叫烦恼即菩提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啊，高维实践是连接所有三维实践的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实践只停留在三维的话，那我们开启高维智慧那不过就是一妄想。所以我们必须得把高维实践跟我们的三维实践能够融合在一起，这叫知行合一啊，这叫心物合一啊。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切实践的目的都是回归 N 维 N 七一无穷大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不同的，其实我们这个今年的这170多场这个对话里边啊，我们始终贯穿着这个本质啊，始终贯穿的。当然有些朋友能听懂啊啊，他会有这种啊法喜啊啊，有这种共振啊，他觉得啊，真的跟自己内在的这种高维智慧产生了同频。你知道，跟自己内在高维智慧产生同频的状态叫法喜，这种喜悦啊，不是三维空间的快乐能够比得了的。那三维空间这点事儿就叫快乐，就很快乐一下，很快就过去了。法喜是不断的可以跟你内在的高维关联，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时可以呈现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的。那取决于你能够把多少生命当下面对的神事物变成你内在提升和跟高维关联的机缘了。啊，当你真正觉醒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儿啊关联不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这样的机会了啊。所以实际一切实践的真正的目的都是来回归啊本质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关联很多种现实的人事物，不管现在我们说的中医也好啊，不管我们说的生态也好，不管我们讲的文化也好啊，不管我们说的生命也好啊，这么大的话题里边可以分解到非常小的话题，非常精细的话题，都跟生命的觉醒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呢，每一个关联的本质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要靠我们自己悟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人自己的通道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也是《金刚经》里说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分别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觉醒都是独一无二的通道啊，你可以从某些法门得到一些支持和助缘，但到了终极的时候，全是要靠自己真正的彻悟才行啊。就像上山上到最后都是攀岩，是没有路的，
啊，你在沿着任何一个宗教的法门系统，它只能把你带到啊一定的高度，到最终一定是你自己的觉醒啊。那么第八呢，我们讲的就是最终的就是借假修真，借相明理啊。实际上呢，我们讲的所谓的能量的这个运化啊，实际也是在借假修真，借相明理啊。说的任何理论都是对宇宙生命的有限描述，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科学语境，它不过借来的一个方便啊，它不是真理啊，它也不是道，它只是在说一些跟道相关的理，所以道理不是道，就相当于物理不是物，所以说出来的东西啊，不需要去迷信它。你从这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和启发是你自己的事情啊。那论证这个理论对和错、啊、好和坏啊，没有本质的意义啊，所以这样你才能从所有的系统里边求同存异，获得对自己的启发，这个才有意义啊。所以任何理论都是对生宇宙生命的有限描述，它仅仅是描述而已。第二呢，任何事物呢都是帮助我们觉察自己的内在认知的，就所有的事物啊，它只有一个目的啊，来帮助我们觉察我们的内在认知啊，而所有的认知都是障碍啊。那颠覆认知的当下呢，就是解脱自在。这里面我们讲的为什么说当下，因为只有当下才能通达高维啊，因为刚才一会儿过去未来都是三维认知，在这个认知里边连四维都去不了，更别说高维了，所以只有当下可以通达高维。这样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这些表达回归到当下啊，因为修炼真正修的是当下，不是修过去，也不是修未来，修的就是当下。你当下的状态啊，就是你当下生命状态跟你内在关联的状态啊，这是有意义的。你的认知在什么状态中，你当下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状态啊。你的认知是当下圆满的时候，你当下的啊生命状态就是一种圆满状态。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来解释一下，就是此时此刻的下一秒其实有无穷多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人呢一般是按照我们的思维惯性，我们建构起来的认知惯性来进行思考啊，来决定。所以呢我们这个惯性已经注定的啊，把我们的这个三维投影像已经呈现了，也就此时此刻啊，那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三维的认知的体系里边呢，基本下一秒和未来的事情是注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已经固化的内在认知。但如果我们不执着在我们已经形成的认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当下就有无穷多种可能。那么未来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只取决于一件事情。就此时此刻我当下我的能量状态是向高维的方向去还是向低维的方向去，也就是它是个阳角还是个浮角。如果它是个阳角的话，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如果它是个浮角的话，未来一定是越来越糟。所以这是我们的心念，在当下的心念是什么状态还是本质，是修行修的就是当下这个心念啊。你当下这个心念是一个从高维关联的时候，你的那个生命状态在当下就是自在喜悦快乐充满创造力的状态，你的未来一定在那个上升的状态之中。你不用担心你未来，不用执着未来要发生什么，你发生的所有的发生都是惊喜啊。如果你当下能量是一个负能量状态或者负向能量状态啊，是往下往低维的方向去的时候，那你的未来啊一定是越来越糟，你付出的努力越大啊，你掉的就越快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所有的修炼啊，不管啊任何一种宗教系统也好社会系统，其实真正修炼是回归到这个当下。说了那么多的理论啊，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空间结构也好东西，其实不过是给我们一个啊内在一个方便的指令系统，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意识能量在这么一个自在喜悦的状态
那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正向的状态呢？喜悦的、自在的、宽容的、慈悲的啊，这个和谐的啊，这个充满创造力的啊，等等，这些属于啊，让我们的意识能量提升的啊，这个状态。那么什么是这个下面的状态呢？啊，就是负面状态呢？啊，就是悲伤的、恐惧的、贪婪的、猜疑的、嗔恨的等等，啊，纠结的，这些能量都是能量往下走的状态，它会把我们的未来带到更难受的状态，啊，更糟糕的状态。所以，所有修炼真正啊是回归当下。所以呢，运化这个能量，啊，在当下运化，其实就是转念。啊，就当下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助缘实现这个迅速的转化，这个转变。什么叫迅速转变啊？就是我当下我能够觉知到我这个能量状态是往下走的时候啊，这是我迅速的颠覆啊，这个转变啊。那个这个迅速到什么程度呢？是人的功夫啊，一个人的功夫啊，做到一定程度的话，他起念就转。啊，说不怕练习，就怕学耻。那功夫差点呢，啊，这个事情呢，在现实已经成仙了，啊，有祸了，啊，然后呢，心情就糟糕了，啊，这时候呢，你是实际在这种糟糕的状态之中，那你就实际在往下掉。你突然明白了，你不行，我不能这样，我得转化。啊，这时候你就用不同的方法让你的念转化出来，从那个负面的能量转化成一种积极的状态中。那这个转化的能力就是功夫啊。那么首先呢，你要实践转化，第一你得学啊，你得发现题目，你发现这个问题啊。第二呢，你得悟啊，你得领悟这个题目是什么，自己的认知让自己产生这个问题啊。第三呢，你得行，你得真正在内在去转化啊，颠覆这个认知。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不断的解题的过程中，持续的在那个当下啊，颠覆认知的当下，就在跟内在的高维产生同频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喜悦的状态就在当下出现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啊，在理解这个能量整个运化机理啊，在投影源里面啊，去改变我们的认知啊，和它的相应的支持它的这个理论体系。所以今天我们啊，给大家啊做一个概述。那这个理论体系呢，我们会跟现实中的啊不同的系统进行关联，让我们现实的人呢，在现实中你遇到所有的存在啊，都可以转化成你自己当下啊驾驭你自己这个能量空间能量的一个助缘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时空呢啊比较复杂。啊，特别是我们针对的是入世人群，所谓入世人群就在现实中啊扮演着现实的你自己的生命角色的，你不是一个已经选定了某一个啊独门修炼法门出家修行的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的整个生命你只在这个法门里修，这个没问题哈 啊因为任何一个初世间法都有可能把你带到究竟啊，但是呢，在现实中你没有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哎，那在现实中你还扮演着不同的生命角色啊，你是一个家庭成员啊，你是一个社会成员是吧，你在这个企业里边还是一个企业的员工或者企业的这个老板，你在政府里边是个官员啊，你扮演了不同角色。那我们在每一个角色每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你都可以转化成你内在觉醒的机缘，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能持续的感受你自己自我颠覆认知的当下那种喜悦啊，能够在当下和你自己内在高维智慧关联的时候产生的喜悦啊，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借用这个理论能够关联啊这个各种啊系统成为我们的资源啊。那这里面呢顺便提一下呢，就是说其实呢运化的机理里面呢啊，我们经常提的那个机理原理呢，其实呢很重要啊。只是我们今天呢，把它概述的时候呢，只提到了一个质检原理，就是那四句话啊。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啊，叫入世心法，就是信愿行证啊，就是你是否真的相信内在本质技术，
你是否能够持续在你生命的过程中去验证本次技术啊，你当一个医生啊，你是否就能够啊不断的去超越啊你的这个医术的水平，不断的去超越你自己的医学的境界啊，达到这个更高的层次啊，你是一个教师，你是否就更能够啊通过你的智慧来转化啊周边你学生啊这种开启这个智慧的这个啊呈现啊等等，就是它会成为我们在现实中的啊一个生命成长的这个验证本质具足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内核。所以这个相信本质具足。第二个，你相信本质具足基础上，你是否有终极的目标啊，使你在面对所有存在，你就修到任何境界，你都有持续提升的、继续提升的这个方向，这就是愿啊，这个愿力大愿啊。第三个就是行，你是否能够在每个当下去觉悟和行，去觉察题目、读懂题目，然后完成题目，这就是行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正。你是否能够通过你的直心面对当下，就是你通过你的直觉跟灵感来做决定啊，这个你做这个决定，你做对了证明你本质具足啊，你没做对，你会发现我的什么认知让我做不对这件事儿，你把那个认知一颠覆一下，你就对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说在用直觉，用我们的直心面对现实的时候，这叫直心是道场，率性是为道。所以直心啊，直接啊，可以给我们两个一举两得的啊收获。第一，做任何事情做成了，用直心去做，做成了证明你本质具足啊。第二，没做成，帮助你发现你的认知障碍，颠覆障碍，下去就成了。所以做成了叫成功，没做成叫成长啊。所以这就是心愿行的，就在入世用这个方式去做的时候呢，会特别有效的在生活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在事业里面得到内在的提升啊，所以做事业跟内在提升是高度契合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啊，就是高危实验条件啊，最高危实验条件就是五个净啊，干净、行净、恭敬、镜子和境界，这五个净就是创造高危实验条件啊。所以它也是我们全息能量运化机理所必须要创造的条件。你没在这个条件之下，你的内在不干净，你跟你的内在高维连不上，你不平静你也连不上，你不恭敬啊也会产生中间的障碍啊，你不认为周围是镜子，你都在外面去把外面的事情当真，你也连不上啊，你内在啊你的境界提升，你会产生啊内在定力啊，定慧等持，你会持续在这种定力之中去提升。所以这个境界和环境啊都很重要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逻辑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它的终极啊就是实现我们啊中华智慧里面说的乾坤能量啊，就是乾道和坤德啊，有效的呈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个当下，既跟我们的存在、事业、家庭、财富所有东西相关，同时又能借这些东西达到内在智慧的提升啊。这样的话啊，它的高维实践和三维实践能够合一到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当下，这就是全息能量运化机理的一个表达。当然了，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就是啊把这个概述说一下，然后后面呢我们可能会就是因为现在进入下半年了啊，疫情啊发展到现在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次生灾难和一些新的啊这个坏空的一些能量结构越来越明显呈现啊，未来时空游戏规则会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未来的生命的状态也会很大不一样。如果我们啊以三维的认知作为基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难受啊，所以呢一定是以啊学会从高维啊从全息能量去运化我们的生命存在啊，这个时候呢从同源去化解现实中的存在，而且理解现实中各种挑战、各种困境其实都是提升的机会啊。就这样的话呢，你的心态的状态会不一样啊，会少很多恐惧啊，少很多纠结，也少很多的嗔恨啊，你会很平和啊面对所有面对的一切
而你能够从所有面对一切里面得到啊你内在的这个关联的基养啊。所以下半年我们会有一些专门的课程啊设计啊，这个有我估计线上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大啊，但是呢这个线下的课程看你条件啊，可能会跟一些机构合作一些线下的课程啊，也希望那个我们的这些有缘的朋友哈、啊，我们能够共同建立起啊一个共修机制啊，叫物后共修嘛，在世上共修，因为未来的事情。跟高维无缘的事情啊都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啊，所有的事情一定跟生命觉醒相关，它才会持续有意义。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介绍哈、啊、分享到这。好的，刘峰老师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对这个全息能量运化机理做了一个总的概述和介绍。那也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呢有了一个初步的整体的了解。其实从2月7号到今天7月7号整整是5个月的时间啊，我们进行了177期课程。有朋友刚才在问题区里留言说这个数字很吉祥哈、啊、这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课程内容。那刘老师在今天课程的一开始其实也说到了全息能量运化机理呢是全息理论系统全面提升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刘峰老师说的这个提升呢就是指通过全面深入的解读把这个理论系统的逻辑关系梳理得更加清晰。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理论系统落地和关联对接上有了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那这个纲目的副标题就是定元修版技术及法理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期待着老师对这个问题逐条逐段更加深入的解读，尤其是第7个问题，全息能量运化的实践。啊，好，感谢刘峰老师今天的陈述分享，祝老师夜梦吉祥，也感谢大家在线上的收听和学习，祝大家天天好心情，再见。